was buzzing like Jeff Wars to cheer and hang on. Oh, look at this. Comes up with a steal. Fires it up. Go home. Got it. Go home. They're on time. Oh, for man. If not human. Was that ever fun to watch? Cornering on the ridiculous. Amazing. Circus delivery for Marbury. How about avoiding Shaquille O'Neal at the end of that play? Wonderfully done. Let's go! William Thompson with 3 seconds remaining. Marbury going down the other end. Marbury in front of there. He gets it. Off the buzzer. Lynch decided not to call timeout.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a terrific call as Marbury threw down the court.由百年泸州老窖的窖龄酒提供的1000元现金大奖。马布里呢，已经真正的融入到北京这座城市啊。那么在2011-12赛季这个夺得总冠军之后啊，在这个五棵松体育馆都有他一个这个小雕像啊。而且他在这里呢，可以说真正的体验到了作为他篮球生涯的快乐，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虽然他之前在 NBA 曾经也是全明星级别的球员，但是在这里他简直成为球迷心目当中的偶像啊，一个至高无上的偶像啊。直至今日呢，北京球迷现在比较有底气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布里，所以我们不去广东，是吧？但是呢，本赛季可能呢，整体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这个威尔班纳姆就大头强攻不中，哎，真是内线篮下的肉搏战，马布里一个节奏的变化不错。就是利用他的经验，刚才啊，这个广东队呢在后场篮板保护上出现了一点问题。是和北京是，所以不知道这种优势能不能在季后赛当中体现。评价本赛季的广东呢，我们一直在说要分两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威尔班纳姆没有加盟之前，朱振东，对，刘晓宇是赛季的第一场揭幕战，就是对北京队，比赛当中那刚打了6分钟。左手的手腕就已经受伤了啊！马布里外线出手命中，这个球是一个小打大。那广东队采取了防掩护挡拆的时候一个换防，三投全中，第一节是4投不中。看马布里能还一个，这个球来得太关键了。是啊，确实是及时雨一般啊，久旱逢甘露啊。对，因为。好球，这球传得漂亮，这还是靠马莫组合的连线。不要为了花哨而花哨，对，而是为了实战而花哨。没错，马布里外线出手，北京队这段时间手感回暖啊。手感回暖，刚才一度相当被动。马布里先压住节奏，差不多了，5秒的时候自己出手三分命中。哇，今天马布里的三分投得太神准了。对，而且面对阿德里恩的封盖啊，这个球还是顶着人把这个球投进。马布里是三分球，广东队迅速回防，第3下还有不到3分钟，重
新回到了一个军事，漂亮，二加一，广东队已经在防。陈江华防守位置防得非常好，对，陈江华脚步快，马克里德突然起速啊，从这个上线做了一个，对于广东队来说这次防守至关重要，看广东队能不能防下来，如果防不下来的话这球就非常困难了。马布里三分出手命中，哇，马布里这个球太关键了，顶着任骏飞的防守啊，是五棵松体育馆的现场球迷全部都沸腾了。哎，这是什么情况，你知道这么激动，确实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再看一下，这就是作为精神领袖马布里的大心脏。对，球迷朋友真的可以看一下马布里这个后撤步的幅度。对，这两支联赛当中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这球马布里选择自己突破，面对丹尼尔斯的封盖，将球打进篮筐。这是北京队在硬的难度啊，需要协防和夹击。马布里直接突到内线，这球打进，速度非常快。尽管说已经38岁的老将，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一步起步，赛场的适应。双方都启动双外援之后呢，这边北京队肯定是要更娴熟一些双外援之间的配合。马布里面对穆迪埃，一上来就给小朋友上课呀，这是年长。马布里拔起来就出手，这球投进，三分比分反超32-30，这都是关键得分啊！马布里，进行刚才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看马布里6投5中。一个篮板得到了12分，尤其是刚才关键的连续。来看周鹏对马布里的防守，连续的胯下变向之后的假动作，又是扑到内线之后给到莫里斯这儿。还是这样。广东企图周鹏的高度，人用的是非常多啊，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核心在里面才行。对，马布里还是面对周鹏假动作，晃完之后突破分球给莫里斯，球进。这球因为当马布里自球一条龙运到对方篮下扣篮，这属于完全没有防守啊，中间不设防，像这种突破。这边也一样啊，这边也一样。对，上线的去突破，然后没人管。对，上线还是6分。对。看两边都是不太防守。对。马布里，这段时间对于广东队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进攻点。对，一定要知道这个球要交给谁去打，谁去处理。马布里，没什么别的选择，因为一方面莫里斯犯规已经5次了。那你当然就用马布里是吧，马布里状态在第三节非常好。太快了，都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但他得控制住内线嘛，又是马布里，基本上第四节就看马布里了，在一号位就是给马布里抱球抱得相当的紧，出来就是展示投手的这一点朱彦希。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北京球迷说的所谓的“双子星”，告诉张东方别过来，对你稍微要等啊，我们就打到24秒再选择机会。马布里，既控制了。
对，这个得处理开他的手才行。国王在大战之前啊，都是一种沉静，就是蕴含着力量。往往有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这种安静度非常大。马队终于上进了。这马队今天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啊！往上防马布林，上前大延误，马布林再往里杀，强攻篮下。哎，这个大鹏这防守啊，王一鹏这防守啊，进攻又停滞了，还是给马布里。马布里往里突，强攻篮下。广东今天全队不准，就是朱芳雨太准。马布里半截篮。我上陈江华呢，肯定想用他的脚步灵活和他体能的优势，能跟上马失误了。哎，这球没吹回线，这个是碰到对方身体，这一下好像影响到了广东队防守的这个专注度。对，一下子就放。广东赢回十一分。广东的这节没犯规。没有犯规，刚才在记录台的时候显示是零。不知道刚跟陈江华说完别犯规，回来就是一二加一。王卫脖子，对，反而弹出来。马尾杀，再传，右侧凌入。北京队防下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回合。对，哇，马布里几乎纵贯全场，飞跃的三分，中了。有了。张继萌，张继萌是临危受命。二加一，还得关键时刻马布里杀呀！阵容调整，您现在比较进攻啊，看北京队这变阵能不能起到奇效？还是靠马布里去突，篮下。其实高尚第一点已经顶得很好了，但是马布里你看回收的这一下就是。不三不沾，中投抢了篮板，进攻时间还剩下两秒，半截篮马路投中，张松涛这球立功了。对，张松涛的前场篮板立功了。他这个前场球权还控在北京队手里，还剩下9.3秒。其实，在这个时间段，他马布里又转身三分，中了，马布里投中三分，96平，就是6.6秒，看看那边又暂停，广东队取得短暂停，哇！这个比赛真的是马布里职业生涯 CBA 的第200场比赛，又一次的挽救了北京。而且这个三分啊，完全没道理，这球之后还能6秒钟，转身就投。看啊，这球高尚都没有预料到，其实高尚的防守也分到眼了，手起高握。其实在这一瞬间，高尚也很怕犯规。嗯。马布里又一次拯救了北京，引爆全场。而且你看他最后抖腕的这一下手感，手腕是非常的柔和，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这就是顶级运动员在最后投篮的稳定性上。又得换人，又是三分球，马布里三分，同样的点，马布里疯了。又是面对高尚的防守，又是绝境啊！高尚已经防守没有任何问题了，对，已经还是高尚在防马布里，完全拉开马布里突然一下，哦，这个球易建联犯了一个错误啊！这是追进加时的，这是刚才那几三分，从挺身而出，那这个时候。高尚对马布里的防守又成为关键，又是马布里强突，从第四节最后绝命时刻，马布里是连得10分，这10分全是马布里得的。对，朱鹏去防马布里，马布里还是往里杀，这球被盖了，看球回到马布里手里再上。马布里这样的身高在篮下这样的取分，是有怎样的一种决心和对胜利的渴望才能支持他做出这？整个五棵松体育场观众全站起来了，
看看最后时刻，三分球没有，补进，杜远希补进，补进绝杀，杜远希绝杀。身上本队要开场，要开局，尤其是在进攻方面要打开。对，因为前两场比赛本队的开局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可能从本队来说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调整，主动去变招，那么希望能够在主场取得一个良好的开局。好的，比赛开始。首先是跳球之后，梁宁队球。今天梁宁队的客场要经，再拉到对侧四十五度，非常大的延误。对，把那强攻内线。这个球呢是在大掩护之后啊，你看李晓旭和郭艾伦这防得非常好，把那强攻。强攻。难度相当的大，顶开郭艾伦接球，然后隔着韩德君上了一个这个高抛打板，关联起来，这个那就真的是非常致命了。对，马布里投中，今天北京队不多的中远距离投篮。对，今天马布里从第一届比赛来看，进攻的欲望是，可以说贺天举要拉开空间，贺天举要汤普森要拉开空间，马布里反打，好球。这个球是马布里和莫里斯之间一个默契的配合，就是现在动起来的。对，这球是马布里顶着韩德君啊，强行上了一个篮，这属于马布里。哎呦，难啊，难度太大了。这个是马布里的这个身体还在空中移动着，漂移，然后最后把球投中。对，三个国内球员的这个参与度不高，这进攻打得比较累。再中，这球是一个内外结合，球打到内线的莫里斯手里边，郭艾伦稍微的第三节赢了两分。对，最后因为哈德森出现两次罚球。对，马布里开局是一次短了，还短了一点，有没有反击的机会？马布里强攻变成篮下。这是，这段时间啊，北京队是显然是有点跟不上梁队的速度了。对，马布里三分，这球马布里投的是也是真够硬的呀，顶着郭艾伦。每次啊，在五棵松，在绝境啊，都是马布里有这样的表现。在力挽狂澜，我就坚决用小阵容，把马布里强攻内线。这球呢，哈德森不敢犯规，他犯规就五次，所以他有点三分钟和两分钟。对，但这段时间应该对北京队是个机会。马布里外线三分中了，关键的时刻马布里也是不负众望啊！关键时刻又是马布里挺身而出。马布里还是往里杀，遭犯规，二加一。二加一，这个球，马布里还是依靠自己的这种，对于马布里持球，好马，正面还是要朱远熙的挡拆，马布里杀进去，非常的紧，强攻篮下打进，马布里这球打进还要加二加一，这个球，马布里还是依靠自己的这种个人能力啊。今天的马布里对北京队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当马布里在五棵松这样有一个魔力的主场，把一次次拯救全队
命运的这种表现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就是其实球迷已经很，其实还是不太适应。每每到这个时候啊，先看这次发完正值球队。对，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梁队来说，如果还想再次获取胜利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怎么能够让整体的这种发挥能这个点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全能，尤其是对防守端对马布里的限制又是一个分头。几场比赛郭艾伦都是，好，这位置朱元熙这个把这球防下来了，然后这个球传得非常漂亮，我们看这快攻，这样呢两队被打平了。这个球五名幸运观众获得百年泸州老窖窖领奖提供的千元现金大奖。对，那边又一个反击，好，在第二局开始，北京队的北京队这边是53-49领先辽宁耀都本溪。我们看下半场第一球，马布里外线出手中了，56-49啊，7分的分差。特点和优势就在于的他的突破的能力更强，而且突破的点更多。我们看到北京队这边更多的就是马布里在一个人去突破，这样对辽宁那边阿德森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首先你要减少自身的错误，然后呢不给对方打反击的机会，提高自身的进攻成功率。对，突破刘轩之后，马布里直接上篮得分。现在马布里也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的强啊，他看到韩德君下轮犹豫了一下，好，这球还是投中了，犹豫之后这球投进了。对，非常关键的三分球，这会儿啊是寸土必争的时候。马布里又是利用一次快攻的衔接段完成了进攻，造成两队犯规，然后转手的速度有点慢了，尤其是在退完了以后，你要尽快的去控制住你所防的人。前场篮板手中抢回来，再给马布里直接往内线突破。这个球难度太大了，这个球马布里是为了突进造杀伤。对，这个球是真的是完全是大反转移，刘志轩的三分，哇，一个压哨的三分啊！这是说刘志轩这个心理素质还真的是非常的稳定啊。对，刘志轩在大超的时候就有这种气质，现在更是有这种冷面杀手的气质啊！关键时刻经得住考验。这个球马布里也是非常漂亮的急停，利用了一个节奏的变化，直接突到篮下，罚不中，没有罚中，但是王耀辉抢到了前场篮板，马布里突进来上篮得手。对，梁队这个球控制没有，并没有，看看梁队的反击，2-1，杨明也没有打进，没有投中。这会儿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马布里反击的这个一个三分，双方打平了。哇，关键时刻呀，关键时刻马布里又是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辽宁队其实今天我们说他在北京队握有球权，看一下最后的这一次战术布置是怎么安排的。吉喆出来要球，球给到马布里手里，孙悦拉开，吉喆提上来做挡拆，马布里往内线造杀伤，这球是进了，而且哨声响起了，还要加罚。这个球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个球米诺雷指导和马布里罚进打三分完成之后，现在是北京首钢111-109领先辽宁。连队还是利用传导球，最后交给马布里。马布里1-3吧，在这一次突破当中。
战队咱们说了，有时候领先的球队、赢球的球队不改变。马布里，不，这倒是立竿见影，上来就出效果。再看现在这个球，马布里突破，嚯，确实是快刀闪电一般，直接杀入到内线，抢到两分。马布里找到空当，又进一球。马布里在线外出手都是两位数的，真是大心脏。马布里第三次突破又中，这一段北京队得分就是马布里突破。上线掩护越多回合投入就对了。马布里险些点飞了哈德森，第四次突破得分。这一节里边马布里四次突破得分，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五分，能见分晓。北京队第三节最后一次进攻依然是马布里持球突破，投了有点偏得太多。马布里全场一条龙反击得手，对方轻易的得分，马布里加罚在手，打进打出，马布里三分球，还有不到五分钟。对，现在让贺天举去打四号位的位置，给这个两翼的防守带来很大的压力。对，我们看是同样的问题啊。那么这次看刘志轩是不是过来？嗯，延误上线，延误的非常凶。韩德君协防在底线，马布里仍然是这样的问题。对，究竟谁过来补防？什么时机过来补防？两队现在没处理好。是，现在是同样的情况啊。马布里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三个同样的配合，对，都没有。是那个小贺阵容，但仍然方式不变，是逼迫到底线。这球应该是非常的紧张，当然，两队这边也是一样。白色球服，首发队员是六号贺天举，在后卫线提高这个上线对球路的控制，而辽宁队则是要减少失误。马布里突进来又是得分，北京队把比分反超了，连突了三个球，速度非常快，线路很多，但是北京队退防也很快。对，北京队今天好球，马布里的反击，他们现在对郭艾伦的应该还有两次进攻的机会，辽宁队打好了也能打出两次来。马布里突进来夹击，这球在空中，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击，只得了九分。他的反击得分，马布里在突篮下上去夹击，这边啊打三分，那球无球了。其实无球的地方呢，对抗也很激烈的。对，马布里突了，打三分。今天北京队已经两次打三分。啊。辽宁队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北京队已经这个篮球场上有很多次，历史上有很多那种叫英雄归来的故事啊。但韩德君回来会，马布里的空切，那这个球呢，哈德森确实成为总决赛的一个经典时刻。这次反击北京队非常快，还是利用辽宁队在内外线传接球时候衔接段的失误，北京队的传接球的防守又是一次抢断啊！刚才马布里往内线突两个上来夹击，哇，这个球太难了啊！我觉得勾手机会非常好，北京队反击，马布里。分边郭艾伦的投篮，三分球进，三分球。今天郭艾伦是三投两中啊。郭艾伦这个赛季呢，我觉得进步最大的两点，一个是大局观，另一个就是定位的三分投射能力。没错，马布里
这是一个传切啊，整个传完之后的启动，郭艾伦完全的因为造成了一些传球的困扰，对，在传球的时候出现失误。马布里这种突破啊太犀利了，嗯，马布里这个球自己抢哈德森的一个主要策略了。对，今天哈德森很少在外线能获得投篮的空间，孙悦一直盯着不让他在三分线来出手。马布里突进去，他的是能够快速的去上分。哦，这段时间马布里已经在控制比赛的节奏了，刚才刘志坚摔倒，马布里也并没有急于进攻。哇，这是一个二加一啊，这个球是强的。刘志轩对马布里的防守是寸步不离，马布里还是在控制比赛节奏，撤一步回来出手，外线投进一个 answer ball 啊，稳定啊，跳时的时候是跳进了中线。突分，朱远熙，这个球进。马布里突分。朱远熙底角又一个三分，时刻我们要给他的是温情。这时候对于现场的球迷来说，可能这个赛季辽宁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幸福和精彩的比赛，那么在这种时候就去为这支球队致以最多的祝福，给他们最多的加油。大家起立吧，喊我爱北京。马布里将球抛在空中，这样呢恭喜北京男篮击败了强大的辽宁队，再次拿到了冠军，同时这是北京首钢队历史上第一次的蝉联冠军。The real men will run.